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等同一个大家庭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珍惜这样一个文化跟这样一个缘分，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有一项美德，这也是中华文化很特殊的，就是我们有一份慎终追远的这个美德。我们慎终缅怀我们的祖先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回到这个祖庙来拜谢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先。